外面有个叫陈通富的求见。哦，请他进来。听说这严蕊啊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且相貌也十分漂亮。前几日在营中见了老鸨，才知道严蕊是堂兄的贴吉。后来在营中又待了几日，见那赵娟相貌也十分动人。带人犯！孙萌，这首词是你写的吗？梨花不是，倒是杏花不是。白白与红红，别是东风情味。曾记，曾记，人在武陵微醉。回大人，这首词确是奴家所作。大宋通例，若这也算是私情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大人是一代理学大夫，饱读圣贤之书，深知圣人之道，怎么也如此不明是非？严蕊，你好一张地图！找不着。没什么好找的。挂上。纵是与太守有奸，谅也不是什么死罪。宁府还有100余里，不如保住你的性命。哎，来，我扶着你慢慢走吧。谢谢大叔。严蕊，受刑的滋味不好受吧？